珊珊，很抱歉，我到底还是失约了。我不但礼拜一不能来上班，就是以后恐怕也来不成了。麻烦你帮我办一下离职手续，还有休学的手续。是的，我也不上学了。你放心，我这么做完全是为了我妹妹。我不能因为我自己喜欢念书就扼杀了我妹妹读书的机会，毕竟她才13岁，我怎么忍心弃她于不顾，而让她小小年纪就负担起家里所有的工作。珊珊，拜托你了，我在台北没有什么人可以委托的朋友，只有麻烦你了。珊珊，珊珊，你是陈志培东中的同学，我叫徐小昭。你和陈志培的事情我们班上有哪个不知道的？以前我跟小乌龟鬼混的时候去过那家咖啡店，见过你几次呢。想不到我们会在这里见面。哦，你读哪一系啊？不，我不是，我还在念高一夜间部，我是替个朋友来办休学的。哦，办好了吗？需不需要我来帮忙？谢谢，我刚办好。再见。珊珊，珊珊，珊珊，上个礼拜柯丽美和张国栋约我去山上看老师和志培，正巧爸爸从沙烏地阿拉伯回来，我得去机场接他，所以就没有去成。他们从山上回来也没有跟我联络，不知道老师和志培过得好不好，也不知道志培病有没有好一点。你一定常去山上看他，他还好吧？我很久没有跟他见面了。为什么？我觉得你应该多去看看他。他一定很需要你的安慰的。是不是你认为他的病已经没有希望了？你打算放弃他，放弃你们之间的感情？志培的病一定会好的。你只要多给他一点爱，多给他一点时间，他一定会好的。记得我们还在东中的时候，他为了你在快要毕业的时候他发生过精神恍惚的现象，后来还不是复原了。你应该了解他，他就是比一般人敏感，比一般人神经脆弱。我知道，你说的我都知道，何尝不想去看他？我恨不得每天都陪在他身边。可是李老师不赞成我这样子。为什么？李老师不是最疼你也最疼志培的吗？你们的事志培的妈妈一直在反对，不也是李老师从中调解的吗？这次情况和以前不同。从前不管他妈妈怎么反对他，他总是在他身边，现在却不是。他妈妈死了，这个打击对他来说是太大太大了。志培他妈妈的死是我造成的，都是我造成的。你不要来嘛。
哎呦，你真是不听话哦！大钱不去赚，在这里做，你赌大谁，都假的呀！连这个账都不会算。妈，这是我答应替美英做的。美英说，如果她做不好这些事，你要打她，还不让她上学。哎呦，美英是美英啊，你是你，她还小，应该做这个嘛。你长大又漂亮，应该啊赚大钱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你是为了身份证生妈妈的气呀、啊？妈是为你好，看看人家骗你，所以啊扣你身份证，你知道吗？妈，我知道。真的呀、啊？那你知道不知道？妈现在给你那姨逼得快糊涂了。啊，怎么会？我们欠魏阿姨那笔钱，我不是早就托人去告诉魏阿姨，等我大学毕了业，找到工作，再连本带利的还给她，她也答应啦，怎么还会？哼，你千贪万病，当时啊，你逃走时候住在你同学家，你同学爸爸当警察，他敢怎么样？那怎么办？没有办法。只要你答应天妈的话，我们有第二条路可以走啊！不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你不要，我最好叫你妹妹去，等她长大一点了、啊，你会阿姨就会要她了。妈，你不能这么做，你千万不能这么做。为什么不能呢？你看看，我们村子又漂亮的女孩，统统搬到山下去住大牢。坐汽车，只要我命苦，生个两个女孩还要种香菇，知道没有？当初啊，你不要跑走，跟你那姨好好赚钱，我们就有洋房汽车了。美人，算了算了，我不指望你了，我要出头，我要过好好日子。就要靠美英了，妈，求求你，千万不要，千万不要再去害妹妹了。呸！谁说害她？等她赚大钱，美英就会高兴了。妈，只要我和妹妹能够好好读书，好好做事，我们母女三个人将来的生活一样没有问题，你又何必？啊，你说什么都没有用了。你不去，我就叫美英去。妈，我答应，我答应，我答应去魏阿姨那边就是了。求求你，千万不要再害美英，求你放了她吧。真的答应啊？不后悔？也不逃走？啊，这是你说的哦。明天带你去台北找魏阿姨。x 除以五等于二，那么我们要求这个 x 等于多少呢？它的公式是 x 除以五刮弧，那么乘以五，那么等于二乘以五 ，gx 等于十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季明，你那蔡老师有事吗？我想跟杨清哲一起补习数学。不知道可不可以？当然可以，我们刚开始，进来吧。进来啊。老师，我还有一点事
想请老师帮忙。什么事？是。阿金子，你自己先温习一下，老师马上就回来。很多年以前，我姐姐只有我现在这么大。我爸爸死，家里很需要钱，妈妈收人家60万，就把姐姐卖出去。那时候她好像念国中2年级，后来她就偷偷跑了，人家就向妈妈要钱，妈妈舍不得还给人家，只还了一半，人家就一面向妈妈要钱，一面找我姐姐。哦，后来他们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可是他们一听我姐姐记住了那个地方，男主人是个当警察的，他们不敢再动我姐姐的脑筋了。最近，那个魏阿姨又来找我妈妈，她说我姐姐现在念了大学，身价比以前高得多。她说只要妈妈答应让我姐姐到她那边去赚钱，她不但不要以前那笔钱，还要多给我妈妈20万。我姐姐好可怜哦，刚到台北的时候，到一个叫什么包肚里的地方工作，做不到2个月就病倒了，他们只好把我姐姐送到医院。我姐姐就是利用那次机会，找到一个好心的护士帮忙她，让她跑走了。我记得你说过，你姐姐在念大学，你读书还是受了她的影响。是啊，我是这么说的。那你怎么说你姐姐做过，在那种环境待过呢？我姐姐只做了2个月，逃出来以后就东躲西藏，很辛苦的偷偷念书。哦，在那种情况之下，她还能念书？姐姐很聪明，国中毕业后就考上了北一女，北一女毕业后又考上了大学。没有，你在讲故事给老师听呢。我说的都是真的，可是我妈不再让我姐姐念大学了，明天又要把她送给台北的魏阿姨。老师，你说我姐姐该怎么办？妈，我求你，你们听我说几句话。我不听了，你亲哥答应我明天跟我到台北去，现在是来不及了。妈，你冷静一下，听我说。我明天一定跟你走。你说的真的呀？真的。他们愿意多给妈20万块钱，让妈有好日子过，我也很高兴。只要妈以后不再为难妹妹，让妹妹专心念书，你要我怎么做我都愿意。已经半夜1点了，睡觉吧。美兰又不是美英，你操什么心嘛？你不懂。我一说你，你就说我不懂，你才不懂了。哎，你不想想看，你又不是神仙，又不是超人，什么事你都要管，什么你都想救啊？哎呀，破处有什么好看？你赚好多的钱买新处就好看了。走。
想吃天鹅肉，我们美男不会看上你这个木渎。妈，你说到哪里去了吗？人家我没有怎么样。嗯，他故意装木渎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妈，不要这样，他会跌倒的。哎呦你，哎，妈，哎，哎。是作者胡树先生细述他小时候他的母亲苦心管教他的种种情景，以及他所受的深远的影响。胡树先生是我国近代的知名学者，他毕生提倡白话文学。你们先把课本看一下。送走了，老师，老师，不要难过，先进去上课。你解决的问题，等下课以后，老师会慢慢想办法帮你解决。小勇，站！师傅，站！哦哦，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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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站！往这边，站住，站！站！对，站！那种笑感，这把间隔距离取好，小姐，哥，不是，报数完之后就扫戏啊，不是，按按，是是，我六七八九十，三，解散，出来。第三中队八十五号张国栋，会客室有没有变化？喂，我是张国栋，你哪位？啊，我是你老师啊。啊，对对对，我有事情找你帮忙。有一个女孩子，是我班上一个学生的姐姐。那天在香菇寮你也见过，
啊，对，跟志培在一起的那一位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他姓纪，叫纪美兰。哦，他很可能啊，被卖到八道营那种地方，你想办法把他给救出来。魏喜妹。魏喜妹，我知道了，我试试看。我有几位学长正在实行勤务，我找他们想想办法。我等你的消息。啊，好，再见。谢谢你，王校长。不要客气，但愿李主任的热心能够及时救出一个出污泥而不染的好女孩子。纪美兰也是我们学校的学生，她从小就是个优秀的孩子，一年级到六年级，年年她都拿第一。毕业以后，到山下去念国中，听说成绩也很好，可惜，后来她父亲过世以后，她就这样辍学了。我好几次到他家里去找他母亲，希望能够恳求他让他念书，可是当时他家里实在太穷，说什么他妈妈也不答应让他再念书，硬把他送到台北去做工，没想到竟会把他卖到那种地方去。我真不明白，世上为什么会有这样狠心的父母？难道孩子不是他们的亲生骨肉？谈到这一点，那就要牵涉到更多方面的问题了。社会进步，人在物欲方面的享受提高了，使得这些家长变得更重利轻义，再加上知识水准低落，容易受到人家闪货，为了几十万，甚至有时候为了几万块钱，就把女儿的一生给断送掉了。唉，这种情形呢，说起来平地也有，不过在山地比较严重一点罢了。所以近几年来，政府大力的推行山地教育，想要借着提高教育水准来改善这些问题。我暂时只能安排你先住下来，最近风声比较紧，阵风专案雷厉风行，干我们这一行的哪一个不是提心吊胆的过日子？你来了真不是时候，想赚钱啊，还是要等过一阵子。可以可以可以，随你怎么安排了，我们把人给你啊，钱给我。什么？你要敢跟我要钱啊？哎，你要搞清楚，是你欠我，不是我欠你。哎，这是你说的呀，把人交给你啊，欠你通通不算啊。你另外再20万给我啊？那万一他又跟第一次一样跑了呢？这一次我不会跑了。哦，你说的是真的？信不信由你，反正我人在这里，要怎么看管都由你。好吧，你等着，我开支票给你。我们来找一个人。笑话，我这里怎么会有你们要找的人？走走走，小心我到法院去告你们。魏喜妹，你安静一点，你做什么的我们大家心里都有数。你要干什么？对不起，我有几句话想问一问这位小姐。哎，我们没有问我，有什么好问的？小姐，你是不是叫纪美兰？你是谁啊？你怎么知道我女儿的名字啊？纪小姐，我们见过一次，在秀林乡，你忘了？秀林乡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她可是堂堂正正的大学生，他是我的朋友，到这里来玩的。魏许妹，没有人在问你话，你不要插嘴。对不起，我不认识你。
你不认识我没关系，季小姐，只要你告诉我你到这里来做些什么就行了。我跟我妈来看魏阿姨，怎么样，可以吗？对嘛，我说他没来往的，你们都不相信。没你的事，你少多嘴。季小姐，这里不是年轻的女孩子应该来的地方，你在台北还有什么地方可以住，你把地点告诉我们，我们送你去。我女儿在周一如工厂做工啊，不相信你可以去查。季小姐，是真的吗？你跟这里的人除了是朋友没有别的任何关系？没有。那能不能请你带我们到你做事的工厂和住的地方去看看？我住在工厂的女工宿舍，这么晚了不太方便。如果你们一定要查的话，我给你们地址，你们明天早上自己去查。美兰小姐你好。美兰，你坐啊。不用了，我马上还要回去工作。你现在应该已经证实了我的身份，我确实是这家工厂的女作业员，没错吧？嗯，是的，没错。如果没有别的事，对不起，我要回去工作了。等一下，美兰小姐，你到底想要怎么样？我怎么回事啊，国栋，你一大早跑来我办公室，该不会就是专程来找我朋友麻烦的吧？珊珊，你知道我不是的。美兰，张国栋是我的老朋友，我相信他。他说你妹妹的老师李老师专程托他来找你的。李老师？对，李老师过去也是我的老师。美兰，我不知道你也认识李老师。他是我妹妹班上的导师，也是他们分校的主任。他托你找我，一定是听了我妹妹的话。我妹妹关心姐姐，有时候会关心的过度，害你们白忙一场，真不好意思。现在你既然已经找到我了，你就可以回去跟李老师交代了。我还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你。什么问题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美兰，你别紧张，国栋都还没问你呢，你就肯定不知道。国栋，我警告你哦，你可别一副问口供的口气，把美兰给吓坏了。不敢不敢，我只是随便问问。有什么问题，你问吧。嗯，事情是这样的，我的学长正在实行勤务，他们想好好表现一下。这关我什么事？你别急，听我说完。昨天那个魏喜妹，警方明知她有贩卖人口、逼良为娼的嫌疑，可是一直抓不到证据，所以希望你能够出面举发她。对不起，这个忙我帮不上。哎，美兰，你别走。国栋，你这话也问得太奇怪了吧？美兰怎么能帮得了你这个忙？连警方都抓不到对方犯罪的证据，你叫美兰有什么办法呢？有，她有办法，因为她就是被她妈妈从小卖给魏喜妹的雏鸡。他有办法，因为他就是被他妈妈从小卖给魏喜妹的雏鸡。你胡说，美兰怎么会？你胡说，美兰，不要听国栋乱说，不要把他放在心上。对不起，美兰小姐，我无意揭穿你个人的隐私。国栋，你还敢再说？要不是看在老朋友的交情份上，我早就叫警卫把你轰出去。美兰怎么可能在那种地方待过嘛？他还在念大学，他靠自己的力量自食其力。我了解他，他比谁都有骨气，
他比谁都洁身自爱。珊珊，不要再说了。如果你没有别的事，你可以走了。好吧，美兰小姐，对不起，打扰你了。对不起，国栋，刚才在美兰面前，我不能不对你下逐客令。不管美兰过去做过些什么，如今的她确实早就已经脱离了过去那一段如噩梦般的生活。你真的不应该当着她的面赤裸裸地揭穿她，伤害她，让她下不了台啊。原来你早就知道她的过去了，是她告诉你的。这是他这一辈子最引以为憾的恨事，他怎么会轻易地告诉人呢？我和他第一次在山上相遇的时候，他母亲扣留他的身份证，又不准他去台北念书。那个时候我就怀疑了，天底下怎么有那么狠心的妈妈，把自己的女儿往火坑里推。你知道他的过去，那你还这么保护他，替他说话，你是在同情他？不，不是同情，是佩服。佩服？嗯，你想想看，一个女孩子才十几岁就遇到了那种遭遇，换了别人早就心灰意冷，随波逐流了。而她却不同，她力争上游，不但挣脱了那个圈子，还考上北一女，考上大学。光是这份毅力就够叫人心疼，叫人尊敬。看看他，再想想我自己的过去，真是惭愧，我真的是无地自容。所以我一定要尽我的力量去帮助他，不让他受到伤害。原来是这样的，可是你们这么做不等于是间接了助长了魏启明那一帮人的气焰吗？我不管，为了美兰我才顾不了那么多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因为这样魏启明才一直逍遥法外，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。像他这种人留在社会上，还会残害多少纯洁无辜的少女，你知道吗？美兰，你怎么站着呢？你坐啊。哦，总算把他给送走了。哎，早知道他会那么胡说八道，我不是让你跟他见面了。他那个人啊，就是这个样子，有口无心，别把他的话放在心上哦。哦，对了，你不是说要留在家里照顾妹妹，要我替你办休学？现在怎么办？还有没有可能复学呢？或者是先在我们厂里工作一段时间，再做打算。刚才那位李老师的学生，他说的都是真的。我做过那种事，我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雏妓。美兰。对不起，我刚才说谎，没有承认。美兰，你别说了啦。你不会看不起我吧？美兰，我刚才为什么没有当面承认？我并不是为了我自己，我的不幸反正已经造成了事实，再多一次侮辱我也早就麻木了。我是怕拖累了我妈，如果我向警方说出魏喜妹的事，他们一定会追究我妈，魏喜妹那帮人更会找我妈报复的。
你妈对你这么坏，你还牵挂着她？她对我再坏，她总是我妈。虽然她亲手把我卖给别人，让人蹂躏，可是我知道她也是不得已的。你们家实在太穷，更何况那时候我爸爸又有病，很需要钱。就算那一次你妈妈为了偿还你爸爸的医药费，逼不得已把你卖给别人，可是这一次呢？这一次她怎么又把你送到那个女人那里去？为什么？你说啊，是不是想在你身上多压榨一点钱？不，不是的。当初我妈跟魏阿姨谈好的条件，就是我必须替他们做满3年，然后才可以自由离开。可是我做了2个多月就逃掉了，所以我始终欠他一笔钱。那你离开的这段日子，他难道没有跟你妈去要吗？我妈哪有钱还他？后来他看上我妹妹，幸好美英个子长得小，他只好等她长大一点再把她带到台北来做她赚钱的工具。好可怕。这件事也是我上一回回山上的时候才知道的。为了怕你妹妹再走上跟你同样的路，所以你决定牺牲自己再去做魏喜妹的摇钱树。该死的魏喜妹，这种人真不该放纵她，让她逍遥法外。美兰，你告诉我，你究竟欠她多少钱？问题总是要解决的啊，告诉我吧，多少钱？我不能让你替我还钱。美兰，我们不是很好很好的朋友吗？朋友之间不是应该有通财之意的吗？珊珊，认识你我只能接受你的友谊，我不能接受你的同情。就友谊来讲，你给我的已经够多了，我的问题我自己会想办法解决。谢谢你，再见。哇，好棒哦！有卤蛋，有鸡腿，还有一条小鱼哎。阿金姐啊，亏本贴钱，给你们买好吃的。哎，你们吃了可要好好念书，不要让李老师失望哦。季梅英，你来一下。梅英，妈妈回来没有？回来了。那姐姐呢？有没有跟妈妈一起回来？没有，我妈妈说他留在台北原来那家工厂做工。哦，你相信你妈妈说的话，他真的没有把你姐姐送到那种地方去？我相信，因为他一回来就发脾气，又喝酒又骂人，说什么真倒霉碰到了警察。李主任，校长是有你的电话。李主任，下午2点学校临时召开教务会议，希望你来参加。好的，校长，我一定准时报到。李主任，分校成立有1个多月了，麻烦你向大家报告一下分校的状况，
让大家了解成立分校的必要性跟可行性，进而获得大家更进一步的支持啊。校长、朱主任、孟主任、杨主任，大家好。首先，我必须承认，分校的设立并不如预期的那么顺利，也许是家庭生活的关系，也许是个人的思想和观念的不同，使得我们分校的成立第一步进行得非常的缓慢。当地大部分的居民对于送子弟就读国民中学的意愿非常的低落，关于这一点我一直继续在努力，希望能达成校长交给我的任务。李主任，你并没有说出重点，分校到底有多少学生，请你明确的说个数目。对对对，到底多少学生你说吧。三个啊。不过我刚才说过，我正在努力，就学率以后一定会增高。只有三个学生太少了吧。为了三个学生动员了那么多位老师，动用了那么多经费，难怪校长在昨天的县议会质询中备受抨击呢。校长，孟主任，这不是我今天召开这个会议的主题。我请大家来啊，是为了就如何提高原住民升学意愿做一番检讨。可是校长，议会方面所施加给我们的压力，您也不能不列在考虑之内呀。校长，我和孟主任、梁主任意思是，既然议会有议员提出质询，我们不妨尊重民意，把分校撤销，以免落入浪费公币的口实。不行，不到最后一步，我们绝不轻言撤销二字。政府对山地教育虽然有各种辅导的政策，但是如果没有人去实行，又如何使山地教育落实呢？现在大部分的教育工作者都不愿意上山，我们好不容易有像李主任这样有爱心肯吃苦的老师，他愿意负起开荒垦地的工作，我们怎么可以不支持他，反而泼他冷水扯他后腿呢？不错，山地原住民的生活是比较贫苦，一般的家庭根本没有办法供给子女受教育求学的能力，他们宁愿多一份劳动的人手来增加他们家庭的收入，同时呢，他们对道德的认知跟价值的判断上也跟我们不同，他们对贞操跟伦理的不重视，再加上他们酗酒懒散好逸无劳的种种恶习，因而变卖子女成为雏妓，这都是我们推动山地教育的障碍。但是也唯其如此，我们才需要更积极地加快普及山地教育的脚步，从基本上来改革山地原住民的生活品质，加重他们的道德伦理观。以上这番话是我在议会答复议员质询的时候所说的，现在我仍然要在这儿再向各位重复一遍，教育啊，是解决山地原住民生活水准最根本之道。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，秀林分校不但不能撤销，而我还希望以它为起点，将来设置无数的分校，让那些山地原住民的孩子跟平地的孩子一样，享有国家社会赋予他们的天赋权利。